这台 Boston 132听说有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立式三角琴。我就问为什么，他们说因为它的音板变大，然后琴弦也变长，所以它的音色可以和三角琴媲美。我是周韵，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，现在旅居新加坡。那么我常年呢在中国和做巡回演出，还有大师班交流，在新加坡现在是一名钢琴教师。在这台琴上，我发现它有很多不同之处。第一是它的上门板竟然是可以拉伸的，那我觉得它是可以控制它的音量，如果要是想更像三角琴一样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开。那么其次，我看到它有一个缓降的这个琴盖。第三个就是它的音色触键，它的丰富性，你可以弹出更多元化的声音。那这一台琴，我觉得 diploma 以上的学生做一个首选。它很小，它是一个立式钢琴的 size， 但是它可以演奏出一个三角琴钢琴的声音。